一个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，北部地区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19到26度，中部地区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嘉义19到27度，南部地区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21到30度，东部地区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19到26度，本岛地区澎湖、金门、马祖17到26度。